个韭菜盒，五个豆腐卷。豆腐韭菜是二，一碗小米粥，不要两小大盘菜。才35，他一成一斤蛋就贵20块，你想想看。我不是做生意的料，因为我原来就一个锅子做出来。他说的多好吃，他就食物本身的味道。你要是好吃的，它有添加物，可是我们食物本身不会太难吃。我们就家常就腌吧。Thank you.
是吧？牛肉弄多，我们这个。
比这个直播在这个说。这个，五个汤包，两个蛋饼。